大家安安。对，不知道大家还习不习惯我这个新发型？我自己是已经看习惯了，对，看了十几天了。反正之前当兵也看了一年，所以就还好，习惯自己光头了。对，其实这头发是自己撸的，上上礼拜跟室友借撸刀，对，一鼓作气就撸掉了。对，不是找黑人，不用找黑人撸，自己就可以撸了。黑人应该也只会撸这种发型，对，不用花那种二三十块去找黑人撸。忘词，对，看小抄。好，对，但是撸完后天气就变超冷，最近真的是超冷，我冷到都睡不着。今天早上是-2度，对，明明是美国东南岸却还这么冷，搞屁！顶着这颗头在外面骑脚踏车真的是崩溃，真的是崩溃。上次有拍一集就是骑脚踏车，其实再比那再更冷。对，大家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，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冷。对，然后你如果不戴毛帽、不戴手套，真的会死在路边。对，骑，对，真的很冷，真的超级冷的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反正就是你们自己去想象，就是在冷冻库里面，对，冰箱打开，然后你就对着冰箱在那边干嘛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反正就是模拟一下。对，有一次中午出门，那时候太阳很大，然后天气就气温就觉得还好。我出门想说，应该还好吧？对，我就穿就是普通的薄长袖，然后套一件羽绒外套什么的，我就出门了。然后在学校待到傍晚回家吃饭。对，傍晚就瞬间变超级冷，真是冷到，对，真的是冷到，就是骑脚踏车就是这样，真的是缩成这样。对，然后就从肩膀到手，对，就整个快没知觉了。很夸张哎，就是冷到这样，然后还骑脚踏车，没有钱，没有钱买车，没有钱住信义区。对啊，反正就这样，可怜，只有脚踏车可以骑，没关系，穷学生，对，能省则省啊，好不好？学费都已经这么贵了，爸妈赚钱也很辛苦啦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喝什么红酒，开什么 party 好不好？对，我就是仇富。总之，这学期到今天结束了，感觉这学期看似很忙。但其实还好，对，还是有时间看影集、睡午觉，然后拍一堆什么影片，其实真的还蛮闲的啦，对。然后最近就是因为要放假，我最近要赶快把我的冰箱的库存清仓，对。然后我这个礼拜已经连续吃了5天的意大利面了，真的很饿，快吐，已经吃到快变意大利人，意大利。欸，真的一句意大利话都不会说，意大利话到底要怎么说？明天、后天我就要回台湾了。后天的飞机，今礼拜四、礼拜六的飞机，真的是快要受够这里了。这里真的是很无聊，什么都没有。对，然后又这么冷，东西又难吃，因为我都自己煮。对，很可怜，真的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。我从去年一直到现在都吃自己煮的，除了就是当 RN 那段时间有可以吃学校餐厅，不然我都自己煮。我真的。觉得很神奇，我到底是怎么活到今天？东西真的还蛮难吃的，所以我之前那个什么东西料理君，料理东西君，对，怎么可能赢？大家吃，大家有机会就是吃就知道了，在下面留言好不好？你在下面留言，然后抽奖抽到我把我那坨饭寄给你吃好不好？对，好，不要真的留言，我也不会真的寄，你也不会想吃。对，总之就这样，希望回台湾的时候不要下雨。对，难得放假还在那边下雨，拜托好不好？天公做做美。12月不要下，好了，就这样。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讲什么了，大家拜拜，圣诞节快乐。不对，感恩节快乐。对，先11月什么节，反正不管什么节，对，11月的底快乐，拜拜。